各位教友，今日是常年期第26主日教育日。请起立，晋堂咏由歌咏团带领大家咏唱《颂恩》第413首、第413首《主爱教会》。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和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各位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今天是教育日，我们欢迎本区八间学校的负责人、校监、校长和同学们，特别欢迎教育事务主教代表龚果盘先生，愿同部分的助理和顾问出席今天这个感恩圣祭，我们欢迎你们。教育日的目的是为了使教育对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再次获得肯定和得以进一步的提升。今年教育日的主题就来自第二篇的读经，你要追求正义、虔敬、信德、爱德、坚忍和善良，让我们怀着虔敬受教的心去聆听和实践圣保禄中途给我们的训诲，圣化自己，都同时成为其他人在追寻信仰路上的同行人。为我们人性软弱在教会之内，我们诚心忏悔，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同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过，并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住在天受光荣，Thank you.
请大家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你的宽恕和怜悯充分地显示你的大能，求你不断以圣宠倾注在我们心中，促使我们追求你的恩许，共享天上的幸福。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祂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各位请坐。现在是开始圣道礼仪，今日是选用丙年读经。恭读亚姆斯先知书。全能的上主这样说，那些安身于希翁，自此于撒玛利亚山，自命为诸民之首的人是有祸的。他们躺在象牙床上，还卧在软榻上，吃着羊群中的羊羔及牛栏中的牛犊，伴着琴声吟咏，自比达味，发明乐器，大碗喝酒。以上等的油没生，但对弱势的崩溃却漠不关心。为此，这些人现在就要先被老去，放荡不羁者的狂欢也就完了。上主的话。感谢天主。答唱咏，请大家一起回答。我的灵魂，你要赞美上主。我的灵魂，你要赞美上主。上主为被欺压的人辩护，上主赐食物给饥饿的人，上主使被囚的人获得自由。我的灵魂，你要赞美上主。上主开启瞎子的眼睛，上主使乳瘤的人挺身，上主喜爱正义的人，上主保护女下。我的灵魂，你要赞美上主。上主扶助孤儿寡妇，上主迷惑恶人的道路，愿上主永远为王。希翁，你的天主万寿无疆。我的灵魂，你要赞美上主。攻读圣保禄中途至帝谋德前书。天主的人啊，你要追求正义、虔敬、信德、爱德、坚忍和良善，要努力打这场有关信仰的仗，要争取永生。你正是为此而蒙召，并为此在许多证人面前宣示了你那美好的誓言。我在使万有生活的天主前，及在曾对搬着比拉多宣示过美好誓言的基督耶稣前，命令你务要保守这份灵，不受玷污，无可指责，直到天主在预定的时期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出来。
献主是那真福，唯一全能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独享不死不灭者，住于不可接近的光明中，没有人看见过也不能看见的。愿尊威和永远的权能归于他。阿们。上主的话，感谢天主。福音前欢呼，耶稣基督本是富有的，却成了贫困的，好使你们因着他的贫困而成为富有的。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路加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对法利西人说：有一个富翁，身穿紫红袍及细麻衣，天天奢华宴乐；另有一个乞丐，名叫拉匝鲁，满身疮痍，躺卧在富翁的大门前。拉匝鲁只望得从富翁桌上掉下的碎屑充饥，但只有狗来舔他的疮痍。那乞丐死了，天使把他送到阿波罗的怀抱里。那个富翁也死了，被人埋葬了。那富翁在阴间痛苦地举目一望，远远看见阿波罗及在他怀中的拉匝鲁，便喊叫说：父亲阿波罗，可怜我吧，请打发拉匝鲁用他的指尖蘸点水来凉润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中非常痛苦。阿波罗说：孩子，你应记得你活着的时候已享尽了你的福，而拉匝鲁同样也受尽了苦。现在他在这里受安慰，而你应受苦了。除此以外，在我们与你们之间隔着一个巨大的深渊，就算有人愿意从这边去到你们那边也不可能，从那边来到我们这边也不可能。那富翁说：父亲，那么就请你打发拉匝鲁到我家去，因为我有五个弟兄，叫拉匝鲁警告他们，
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阿伯郎说，他们自有梅瑟及先知，让他们听从好了。那妇翁说，不，父亲阿伯郎，倘若有人从死者中到他们那里，他们必会悔改。阿伯郎给他说，如果他们不听从梅瑟及先知，纵使有人从死者中复活，他们也不会信服。上主的话。各位请坐。刚才我们聆听的第一篇读经呢，是旧约的阿摩斯先知书的第六章。在上个星期日的读经，我们已经看到阿摩斯时代呢，以色列的社会和经济情况是充满着富庶荣华和和平的，不过可惜呢，到处都是不公义。于是先知高声地宣讲反对那些剥削和压迫穷人的事。今天的读经呢，继续是这位阿摩斯先知的宣讲，而这次宣讲的对象是那些有权势的政治人物和贵族阶层，他们住在撒玛尼亚用方石建造的皇宫里面。面对这种现象，阿摩斯先知不能够再保持缄默。那些压迫人的人，他们度日懒散，吃喝玩乐，而那些受压迫的人从早到晚在他们的田地里面做着很沉重的苦工，而所得到的报酬呢，是微不足道，根本不能够过一日的生活。阿摩斯先知这位简朴的人，他习惯和羊群为伍，面对那些有权势花天酒地和懒散的生活，不再沉默，就表达这个自己伸张正义的决心和态度。是刚才经文内容以令人战略的威吓而结束，讲到将会很短时间呢，敌人就会来，亚述人将会毁灭他们的宫殿和践踏他们的城市，那些懒散的首领将会从他们在舒适的梳化上面呢被除去，并且将这个尼尼微城呢变成奴隶之城。这样阿摩斯警告说，放荡不羁者的狂欢是要结束的，这个是以色列从未听过反对富有者和有权势者的说话。今天教育日的主题取材是第二篇的读经，你要追求正义、虔敬、信德、爱德、坚忍和善良。圣保禄中途教导提摩太要追求这六种的德行，期盼着提摩太能够让天主的道在人间扎根发芽和生长。百年树人呢，不是容易的，是需要教师虔敬于自身的信念，赋予坚忍的耐力，以善智去传播来自天主的正义、信德和爱德。这个正正是圣保禄中途交给提摩太的使命，也都是我们共赴肩负引导教内外人的一种的使命。最近呢，全世界的人都关注英女王的丧礼，而当日英国的大主教在女王丧礼当中讲话，一开始他说，很多领导人的模式是生前被高举，死后被遗忘，而英女王在她21岁生日她广播当中的宣布，她说她一生将会致力于为国家和英联邦服务。好少人能够遵守这个一生的承诺，但英女王她做到了。同样好少领袖好像女王一样将会得到万人敬仰和爱慕，而英女王的榜样不是通过她的地位或者她的野心树立，不是，而是因为她跟随耶稣基督。当英女王25岁的时间在祭坛面前以麦土来开始她的加冕典礼，
在任何人对他效忠之前，他已经先向上主效忠。跟随基督是他为这个国家服务的基础。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为所有人提供了生命，现在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将来是与上主同在永恒的生命。英女王也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能够活出了圣保禄宗徒所说的这几种德行，是正义的，是虔敬的，是信德、爱德、坚忍和善良。今天我们听的是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这个譬喻的中心思想是天主对人运用世上财富的审判。耶稣在另外的譬喻从来没有提及到人物的名字，不过刚才我们听这个譬喻当中，他称呼这个穷人为拉扎禄。在这个世界上，谁是重要的人物呢？一般在报纸上的第一页出现的人的名字，那些就是富有的或者获得伟大成功的人士。不过耶稣的思想是不同的，是刚刚相反。为耶稣来说，那些富翁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物，而那些穷人反而是有意义深刻的名字，被称为拉扎禄，意思就是天主的助佑。综合以上所说，我们可以说这个譬喻并不是要审判富有者和穷人的伦理生活，也不是说哪个行为正直就升天堂，而行恶劣就下地狱。因为富翁其实他没有做过坏事，而拉扎禄也没有行过什么好事。所以这里所很明显，这个譬喻是要告诉我们另外的信息。在这个譬喻当中，耶稣说这个富翁受到审判，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恶人，而是仅仅是因为他很富有，就说他只是将自己关闭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其他人没有关系，他不愿意同人分享他自己的所有。耶稣是愿意使到自己的门徒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有两种人，就是富有者和穷人，他们都是天主拯救的对象。世界上的财富是为所有的人而准备的，富有者应该要和穷人分享，这样才能够彼此保持和平和公平。当富有者能够将自己多余的部分和穷人分享的时候，所有的人就会获得自己生活的必需品。有位主教叫做圣安博，他曾经评价这个譬喻说，他当你给穷人某一些东西的时候，不是你给他什么东西，而是他将别人的还回给他。因为世界上的财富和土地是为所有人准备的，是不单止只是为富有者。这个譬喻最尾的部分，将视线呢移去富有者，他说有五个仲生还在世上的兄弟姊妹，因为他们面对着滥用世界财富的危险。五字这个数目，按照当时以色列人的文化了解，其实是代表着整个以色列的子民。今天作为所有天主子民，我们仍然都会被财富迷惑的危险。面对这个要求，亚巴郎的答复是清晰和明显的，唯一可以使从心灵从财富的诱惑当中释放出来，就是上主的话。只有上主的话才能够产生奇妙的转化作用，才能够使富有者进入天国。哪个如果不是被上主的话所穿透和滋润，就肯定他不会有任何生命的转变。在前日，是我们敬爱的已故胡振中书记主为安息的20周年的纪念。在他过去27年里牧守着香港教区，其中他非常之重视是培育教育，无论在学校层面、堂区层面、社会层面或者大众传播层面。记得在1989年，他公布一个牧行叫做《万向光辉10年》，他提出了教会在社会有担当先知和仆人的角色，亦都在1992年成立了香港天主教劳工事务委员会，去秉承教会优先关爱穷人的精神，积极地关注本地劳工问题，特别是为基层工友服务。
天主教劳工事务委员会过去多次就劳工阶层所面对的不公平处境和危险发声，向政府的相关部门提出意见，譬如说中暑风险评估指引、医疗融资、强积金对冲、最低工资等等，促使政府能够针对相关的问题而作出适当的调整和立法，保障工人得到合理的待遇。胡书记是一位善牧，亦都是一位善良的教育工作者。他提醒我们，教育工作是为人，而不是人为教育工作。因此我们需要多些关注教育工作者的人，而不是人的教育工作。今天的读经给我们两个的喜讯。第一，亚摩斯先知面对那些有权势花天酒地和懒散的生活，表达出自己伸张正义的决心和态度。因此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传道者，而学校的老师更加在自己的专业岗位上面担当着传扬福音的先知使命。第二，耶稣愿意使自己的门徒明白，世界上的财富是为所有的人而准备的，富有者应该同穷人分享，这样只能够彼此保持和平和公平。当富有者将自己多余的部分同穷人分享的时候，所有的人就会获得自己生活的必需品。回应今天的圣经，就让我们努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继续成为耶稣的学生，同时也都乐意成为其他人的老师。愿天主永受赞美。请起立。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圣同体，万物是藉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他在搬着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在，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地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世无疆。我信圣神，
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钦崇，同享光荣。他曾藉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赦罪的圣洗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各位弟兄姊妹，以我们怀住信德，特别为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为学生，也亦都有老师和学生代表我们表达了我们不同的诉求和需要。请为普世教会及香港教会祈祷，求圣神光照和引领我们的牧者，在面对教会内外的困境时，能忠贞地紧随教会元首主基督的教诲，见证真理，力行公义，实践仁爱，广施怜悯，缔造和平。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为香港社会祈祷，求主赐予社会领袖、决策者和市民大众来自圣神的丰厚恩典，有尊重和复应真理的胸襟，辨别是非善恶的智慧，广阔众生的视野与识见，珍惜多元声音及赋予合作的共融精神。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为天主教学校祈祷，求主祝福公教学校的校园文化，让校园的团体生活能引领师生与基督相遇，帮助学校成员过着虔敬端庄的生活，并能净化心灵，发挥潜能，追寻生命意义。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为教育工作者祈祷，求主亲自陪伴并赐予他们智慧与聪明、动力与爱心、忍耐与刚毅，每天聆听默想圣言，使能认识真理，常怀希望，并谨守专业以应对各种新挑战。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为学生祈祷，求主开启他们的明悟，厘清价值观，强化是非感，使他们在福音的光照下智慧日增，抗拒诱惑，择善弃恶，培养德行，热爱生命，充实自己，服务他人，贡献社会。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天父，求你降福我们的家庭，使我们的家庭在你的眷顾下能互相包容、体谅和扶持，全家共享幸福快乐。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使为人父母的能按你的教导教育子女，使他们成为你的好儿女，为人子女的能恪尽孝道，与兄弟姊妹相亲相爱，努力学习和工作，与父母同心合力，建设一个如圣家般美好的家庭。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慈爱天父，刚才老师和同学所讲出的种种意向，
是我们这个信仰团体共同的祝福和盼望，就求你以你自己的仁慈，并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俯听我们以上的祈祷。阿们。各位请坐。请各位教友于奉献后以适当方式清洁双手。现在有一则座堂特别报告。按照本教区惯例，本年九月二十五日定为教育日，本座堂将于今日在各台公开感恩祭举行第二次募捐，所得款项用作推广天主教教育事业，请大家多多支持。支票请以天主教香港教区抬头。现在开始圣祭礼仪，奉献咏由歌咏团带领大家咏唱《颂恩》第220首、第220首《我们同欢聚》。各位弟兄姊妹，请大家诚心祈祷，期望仁慈的上主收纳我们，共同奉献这个感恩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仁慈的上主，求你接受我们的献礼，并藉此圣祭为我们开启了一切祝福的泉源。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藉着主基督时时处处感谢和赞美你，实在是理所当然，并有助于我们获得救恩。基督怜悯我们人类的过错，他甘愿贬抑自己，由童贞女诞生，接受十字架的苦难，并救我们脱免永死，也都从死日当中复活，赐予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为此，我们随同天使、总领天使、上在者、宰制者和全体天君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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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求你派遣圣神，祝圣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赞颂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赞颂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为纪念我而举行这事。信德的我者，我虽然知你是丈夫，我那老母恢复了我的自由，求你知道上主，因此我们怀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在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之后，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周守仁，以及全体圣职人员，使他们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念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并求你垂念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享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圣母的正配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历代孝爱你的全体圣人共享永生，并使我们藉住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愿一切颂经和荣耀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并在圣神的团结当中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准备恭领圣体、实领圣体或者神领圣体的时刻，让我们用主耶稣基督祂教我们的祈祷，在圣神之内一起向天父祈求和赞颂，这样咏唱。Thank you.
上主，我们期待主永生的幸福，我们更加盼望救主耶稣基督的来临。求你从一切灾祸当中拯救我们，并因赐我们今世平安，只能够依赖你的慈悲，能够永久脱免罪恶，并且一切困扰当中依然获得安全。基督，你曾经对你的宗徒这样说，你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赐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人性的软弱和罪过，而看你整个教会不断对你的信德，并按照你自己的意思使教会能够安定和团结。你是天主永生荣耀。阿们。愿主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各位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祝基督来的平安。请大家提，这个是天主的羔羊，这个是除免世罪者，被邀请来赴圣宴的人和神领圣体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我的耶稣，我真心全信你在圣体圣事内，我爱你超过一切，我渴望领你到我心中。既然我现在不能实领你，请赏我至少神领你的恩典吧。我拥抱你，完全与你结合，像你实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样，别让我再与你分离吧。阿们。领主咏，由歌咏团带领大家咏唱《颂恩》第424首、第424首《耶稣，我信你》。耶稣，我信你。耶稣，我信你。耶稣，我信你。
请大家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但愿这个天上的奥迹能够更新我们的身心灵，我们既全部基督的圣死分担祂的苦难，祈求你都使到我们都能够和祂共同继承天上的光荣。祂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各位请坐。以下有四则座堂报告，请大家留意。第一则，十月份是玫瑰月，座堂每晚九时至九时三十分举行网上家庭玫瑰活动，由不同团体于网上带领诵念玫瑰经，欢迎各位教友及慕道者参加，详情请浏览座堂网页。第二则，中环公教进行社将于中午时段举办信仰与人生课程，日期为十月十四日至十一月二十五日，逢星期五下午十二时四十五分至二时，诚意邀请信友携同未有信仰的亲友齐来分享福音的喜悦，详情请留意堂区网页或海报。第三则，教区筹募建堂及发展基金委员会将于十一月二日在香港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一场名为《众家之家》筹款音乐会，目的是为香港教区筹募建堂及发展经费。有关筹款音乐会的门票及优先购票详情，请参阅海报及预订表格的规则和付款方法。最后一则，本堂的慕道团现继续接受报名，欢迎各位教友介绍亲友报名参加。各团的上课时间请参阅堂区网页及壁报版，报名表格可以在堂区网上下载或在圣堂书架上面索取。座堂报告完毕，主佑各位，请各位学校代表、学生、家长安坐原位，等候大会安排分组拍摄大合照。现在由林仁燕校长带领2022教育日承诺词，请所有教育工作者起立。天父，你把在学校内拓展天国的使命交托给我们，我们愿意依赖你的恩宠，跟随羡慕基督所指示的道路，持守公教教育的核心价值，带领我们的学校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主教学校，好让我们的学生和同事能够积极探索生命的价值，并以开放的心胸去接受救恩的喜讯。请教育工作者坐下，请所有家长起立。天父，我们愿意以羡慕般最大的爱心来教养子女，引导家中的羊儿走上敬主爱人、立己立人的人生道路，并在管教子女的过程中学习主耶稣羡慕的榜样，认识、接纳、体谅、关怀、爱护、支持和引领他们。请家长坐下，请所有学生起立。天父，耶稣基督是唯一通往救赎和圆满人生的道路，我们愿意加深对主耶稣的认识，效法他的榜样，
听从父母和师长的教导，努力在德、智、体、群、美、宁各方面茁壮成长，在家庭和学校内活出身为天父子女的精神。请全体教友起立。天父，我们愿意更新和深化与耶稣的关系，在信仰的道路上不断向前迈进，并藉着圣言和圣事的滋润，培养坚强的信德、热切的望德和活泼的爱德，努力将堂区建设成为培育青少年的青葱园地，为他们树立良好的榜样。愿天主在你们身上所开始的工作，藉着你们积极的回应你们的承诺，按照天主的时间能够顺利完成和进行，完全能够天主圣父、圣子、圣神特别降福你们。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愿你的心灵同在。就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请大家平安回去，在信仰生活之中继续努力学习实践真理。弥撒礼成，感谢天主。礼成咏由歌咏团带领大家咏唱《颂恩》第649首、第649首。天主，我们赞美你。